现在人在小港机场，我们这次要去的是釜山，我们搭乘的是釜山航空。的是韩国烤肉。釜山目前天气就如镜头所见，正在下大雨。刚刚我们一下飞机就收到韩国的大雨特报。现在我们来试试看，刚在GS2我买到的优格，这是网络上蛮多人推荐的。这个我们上次来首尔是不是有买？哦，对啊，没错。记得那个韩国的便利商店啊，要跟他们要这个汤匙。我们遇过两三间，他都不会主动提供。对，上次都没给我们汤匙。很新鲜，但是又不会腥，然后 QQ 的，你爱吃口香糖？口香糖？口香糖？真的假的？口香糖？口香糖？口香糖？哦，口香糖？你的烤香肠？加这么多。下来搭釜山的天空胶囊列车，然后我们等一下预计是从维普站啊坐上面的胶囊列车到新沙浦，对，然后等到新沙浦之后，我们打算去一间咖啡厅坐一下，然后再从新沙浦搭下面的海滨列车回来维普，对，回来维普。是柠檬气泡，因为那个点餐的时候那个机器都是韩文，所以我大概猜了一下，这应该是柠檬气泡。然后点了一份，它是什么蛋糕？应该是棒蛋糕类的东西，就是我看他们菜单上面写 top one， 所以我就点了它来试试看。
too far disappear. But time 刚才要去的是釜山的 The Sky， 然后它是一个观景台，应该是跟101差不多的观景台。欸，上面是几楼你知道吗？好像是100层，我有点不确定。你要上去看一下几楼？对啊，应该是跟101差不多感觉，但是是海景。99楼好像有一间最高的星巴克。没错，好，那我们上去。在那个新世界百货里面，对，然后我们刚刚是从Skyland， 是 Skyland 对不对 ？Skyland 是什么？好了，那个、啊、观景台 ，The Sky。好了，抱歉 ，The Sky。刚从 The Sky 过来，我们是搭计程车，然后大概花了200多块吧，200多块台币，就是搭了40几分钟，没那么久啊，没那么久。有吗？对，那我现在就放松一下。All the time, if I